可怕，好可怕啊！大班尺，大班尺哦，三十斤起跳的，然后让我们看一下这四节翘班杆的耐力如何。因为我的线蛮细的，好不让它摇断线。哇哇，还在出现，还在出现。有没有航空？有了，快通车了。过那个法夹弯就安全的，目前安全。他如果跑那边，他就要跟着跑了哦。哎呦，北风北哦。在哪里？对对对，换手换手。可以，笑一个笑一个，哎、欸，谁要身高领电筒的？可是我有点累到了哦，要不然叫个外送，轻轻还是有自然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不要断线啊！先找个没有上啊！啊，不能叫讲，喂，是大嫂会看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查你玩的。啊，高三的人现在轻轻乌龙。都可以，高三的一样。我第二天就到红糖的了，他拍照。那基本捞不下，捞不下，那就捞不下。看到吗？这应该是五十啊。哇！哇！这已经是四五十，看到他的淘宝。喂，六四，哎，我这边真的是力，没关系，第二，先安全吊起来，哎，好，哦，起来了，没有啊，才，我妈，没有声音呀，大概几点？快死了，哇，哇，哇。我晚点打给你，因为我有计划要上去旅馆了，我要看一下。好，那我看这。耶！那我再放风。没有口水。
记得了。雕刻，雕刻挂这边，上面写走吧。然后我们这个，然后套上来，就像我。那个是 C65，65H。好，好，谢谢老板。好，好，谢谢好朋友，拜拜。哇靠！哇，逼死我了！我要换一件电摩进来了。我连工资都拿不起来，我干了。啊，我特写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看不清楚。光子不用。哦，对，这是立体的。我要拍球。没有啊，在这里。OK。OK。谢谢，不要放水了，不要太重了，我抱不起来。哇！